政府助学金联合委员会嘅职责系就资助专上课程学生资助计划及免入息审查贷款计划向政府提出意见同进行检讨，为符合资格嘅学生提供经济上嘅协助，令佢哋唔会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去就读嘅机会。委员会透过定期会议提出各项优化处理申请嘅安排，令资助计划能达到目标，帮助到有需要嘅学生。